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。因为这个着急去吃饭，结果呢，今天上午刚拆完快递，又要拆快递，我就拆完就走吧。不知道是什么，也不查开箱了，对一下吧。还没拆呢，是吧？这箱子有点大，看着不像是什么宠物用品。这是单号，反正你们也看不到是啥，对吧？我他妈都看不到，就别提你们这像素了。你也不是说了嘛，相机有2000多万像素也没什么用啊，就跟人心一样，说人心有这个什么上亿像素，却还是看不到人心，我当时就很懵逼。我操，你在逗我吗？上亿像素，你他妈那是透视眼，不是眼睛，不是透视眼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活的吗？什么？有人给我发过东西吗？我的天哪！我还说你这不是活的，只是随手看一下这个感觉，录个标准拍片会好点。是不是谁给我发的宠物，或者是我自己什么时候买的，忘记了？因为我这还有一堆蝎子没发货，是吧？卖家忘记了。哎呀！等会儿，好六派。这个，我的天哪！我是一个，我曾经卖过他东西啊。他这个让我帮他寄养，就一看这我都懵逼了，一看是条蛇啊，非常感谢啊，这个你这太良心了，太厉害了，我都真的快忘了，一看这包装有点懵逼，还有好六派啊，这不是好六派，山寨的啊，是吧？刚好我刚有那个玉米芯儿，是吧？你先等我一下，因为今天刚拆完蛇啊，哎，出来了。他等我们出来了，这里是两条啊，然后我就把这个箱子先撤掉，不是这个箱子，我的天，这个我都忘记了，拿玉米芯儿，是吧？刚好有一半啊，是吧？我们来给它布置一下，这好六派是有点过分了，哎呀，什么鬼，又掉了。天天说去买也没时间去买，这他妈的质量不够硬啊！这个等会儿哎，把它按上去，快给我上去。好的啊，然后我们来把它捏一下。好的啊，我们来先来给它放在脖子啊，是吧？是活的啊。这个不知道是他上商家买的，还是自己发快递发过来的。别说你这发快递，我觉得很良心，真的。这种快递感觉蛮标准的，因为看着很舒服，就是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杂物。你看，就是还放吃的，对吧？可能是因为你送吃的，我比较感动的。嘿嘿，啊，他这个不是养蜘蛛用的专用小冰盒，这个是应该是78.5毫安的。哇，蛮漂亮的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个盒子，哎，这家哦，一共人杂货有三大厂家，看来他选的这家我也知道，但是没买过他们家。我买的是另两家，哎呀，你们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没如数，这很尴尬。好吧，既然有人，这个不是送的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这是人寄养过来的，他人在杭州吧，我记得是在杭州，对吧？然后他在我这说是帮我寄养一阵子，然后到时候过来找我，给他拿走。嗯，我感觉我这。哎，听话好吗？听话，妈，挺好看的啊，向北放着看。我感觉弹幕里会有人告诉你们品种的，我就不说了。就喜欢那种让你们猜的感觉，因为前两天看别人的直播都是，人家会问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粉丝多，人家就可以问啊，快来大声告诉我，需要怎么样，对吧？就比如史进卫啊，你们已经知道是谁了啊，我就没有人回答。哎，你给我进去，刚来比较活泼啊，但是我们先不让他。我的天哪，你能不能消停的待着？他这个比较活泼啊，我不能开盖，对吧？你开盖又跑了，是吧？然后把这个清一下，这个他这个别说，真的这包装确实不错，喜欢这种清新淡雅的包装，因为只要你给吃的就淡雅，是吧？我管你怎么清新怎么淡雅，对吧？我不管啊，现在给你弄点水，啊，这期视频就这样吧啊，你等会儿把这垃圾清理一下啊，
再次感谢一下这位，这还给了个冰袋啊，我有冰袋了啊，真开心。然后跟你们说一下这个，你们找我买宠物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尽量先买这种具体的好，因为我这边一般会查一下这个快递要几天，毕竟它快递不可能很快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他好像特别的想喝水啊，我先弄点水来。然后我那条黑白王啊，呸，王锦在脆皮，你们应该能看到，所以我就不给他喂食了。然后我得拿个滴管。啊，滴管呢？我们这边是长长的过道两边，好，这好尴尬呀！他想喝水没喝到，然后头都没了。哇，那好吧，少爷，我现在给你去弄水。这只好不开心啊，他想喝水，看来这两天渴得够呛，对吧？我们得给他弄点水。啊，这个，快点，快拿！有了，赶紧的。对不起啊，亏待不能亏待你，对不对？你的主人啊，三番两提醒好几次了，你听话。来点水啊！哎。进去，因为脑袋加爆了啊！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。也许那老街的墙角是属于我的忧伤。请你喝水，别闹。嘴角那点微笑越来越绵。好的啊，我们本来看一下他这个状态是真不错。我得问一下，他是直接他收到货给我发货包装，如果这样包装真的很不错啊，那个，但如果是卖家这种包装，那我真的很好奇卖家是怎么想的，会给吃的啊？要不他特意提醒了卖家要吃的？你要不要喝水啊？这包装盒子看着是不是特别的简洁高尚，看着特别的舒服。这盒子，而且盒子还很好看，看他下听下血本啊。这包装费我觉得真的要我包装，我起码得收你3块钱包装费啊，3块钱不够，妥妥不够，真的。你这包装没有5块钱，我觉得你人家不给你包，凭什么给你包啊，对吧？一般我操，他直接刚来就拉屎，怎么这么紧张啊？也有人说这是排酸啊，我就不拿手上玩了，我先把这个东西清理一下，好吧。你要喝水吗，亲爱的？别吓着你！要喝水吗？尘土间是云水洋洋，现在很多人一看什么时候都不管啥时候都玉米，这个玉米那个玉米，我劝你们有的学学知识啊，不是玉米你就知道是玉米和蟒蛇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更别说我养条蟒蛇啊，人就是黄金蟒，我的天哪，你是只知道这一种蛇吗？我懒得笑你孤陋寡闻，但是请你有点，就是你要不就别问，你说是什么蛇得了，你还问是黄金蟒吗？但如果不是人就切，也没养黄金蟒啊，他觉得黄金蟒就是养蛇人必须给他养的品种一样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理解方式啊。先放着吧，他不知道吃不吃啊。本来想用这个盒救回的，人家都给盒了，不合适啊，就用这个盒养了啊。你看都是啥？应该都是卷毛吧？今年这盒全是卷毛。你看这啥呀？都是一堆散货，我不知道是啥，有点乱。然后我的那条网锦蛇在蜕皮啊。那边的蟑螂在颐养天年啊，晒太阳。这些新闻就到这里吧。你看，我还是给你们墨迹到了16。然后这个盖盖子就这样吧。把这个箱子盖上去啊。有人老有人说，少爷你怎么总是不换衣服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，我总不能跟你说，就这格子衫我屋里有6件啊。
但是你们看不出来，你们的审美是看不出来区别的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啊。他们怎么说？哎呀，不错呀，你看，这里边一条，中国车里面有一个蛾子，这里有一条，那里有一条，只有两个快递箱的，一边一条刚好。哎，我的天，他怎么进去的？可能刚才不小心飞进去吧，这寒香吧，寒香你要死在里边了啊！香妃娘娘，真可怜。哎，声音又磨叽到了声音啊！然后这后面就不管他们了，一边香的一个刚好啊。其实是不可以群啊，其实也不是不可以，是可以群，但是有人建议啊，像这个人以类人以不群，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是一个道理啊。他们这两只刚一直蹲在一个窝里，我可以给分出来了。所以说，这个要打破传统啊！我这个突然的在忽悠了你些什么？好吧，就这样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拜拜，有你们真好，再见啊。然后寄养的话，我千万要建议啊，如果真有找我寄养的啊，我可以帮你寄养，但是这发快递来回这风险，这谁包不方便？尽量同城的可以，当然了，跟我同城的几乎没有啊。像我想起来了，去年吧，2016年的。是三四月份吧，当时我卖出去一条黑王发快递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了，到时候不这个风险呢，到时候当时又没法包啊。当时我也刚开始啊，我也不是新手，虽然我2015年就说自己是新手了，不，2013年就说了，其实我一直是新手，对吧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到时候养大了之后，你一定要就做好防逃，还得做好就是得锁死，得透气孔，因为不知道他用什么盒子。结果呢，他跟我前一阵跟我说丢了，结果呢，过了三个月又找回来了。还轻了一些，前两天我以为找到个很开心，找到要视频，他又丢了。对，我不对不对，你们去我的主页里搜视频，能搜到黑王的什么日常投喂那配音的那个，就是我卖出去的那条黑王。啊，那条黑王也不算卖了，因为我都不挣钱，就等于是帮别人买，人家那边城市里买不到，我就帮他买了一条，对吧？然后结果他丢了，丢了之后找过了半年才找到，活着就轻了一点，又丢了。我这已经不知道该说啥了。现在黑王你也知道，前一阵微博闹沸沸扬，挺火的，是吧？好看，一堆人想买，是吧？我也想买，可是我没钱，